我觉得歌曲上的话就可能有点平，而且它的编排中间可能不会有太多的点，就是那些我说的一些点，抓住人眼球的点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可以用道具，或者用什么灯光，或者用什么样其他的一些设备去抓住人家眼球，或者去填满那些洞，哪怕是一点点也可以，或者视觉上的一些东西，或者拍摄的时候一些角度，这些我都自己有在考虑。拿那个花的位置，现在是能不能再拿低一点？如果拿低一点的话，会不会不太控制的不太好？有些时候是这样，你的歌曲可能比较平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很多东其他的元素来去补救，比如说灯光，比如说你的穿着，比如说舞台的道具，很多东西都是能帮你拉回来。